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小老板的频道。相信很多朋友在看了我们的 Nova Air C 的开箱影片之后，一定都很想知道，那这一台最新的 Nova Air C 跟旧版的 Nova Sun Color 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那我们今天就摆了三部不同的机器，分别是 Nova Sun Color， 还有 Nova Air， 还有 Nova Air C 三部机器，让大家一起来做比较。那我们会开启一样的书籍，然后翻几页，让大家看看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效果呢？好，这边可以分别的看到三个不同的荧幕在同样的书籍下的表现。那这边可以看到景区景点阴影这本书在图片的细节上来说 ，Nova Air C 的确有蛮大幅度的提升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白色的部分，甚至是彩色的部分，都有一些差异哦。那三部阅读器的画面显示比较，大概就到这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还有很多人关心的机身尺寸。那这边讲，我就先让阅读器进到休眠模式，大家可以来简单的做一下比较。那可以看到整体的长宽 ，Nova Sun Color 其实算是大一号的感觉。厚度上来说 ，Nova Sun Color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。不过新的 Nova Air C 跟 Nova Air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，它一样都是很轻盈的机身。那机器的设计上来说，质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还有喇叭的部分也从 Nova Sun Color 的单扬声器升级到了双扬声器。那如果对有听音乐需求的朋友来讲的话，音质上其实有得到不小的提升哦。那今天的阅读器比较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记得要订阅我们哦，拜拜。